海天一色的海景的确是买家的心头好。拥有渔港风情的鸭脷洲，以往因为交通问题令买家进退两难。2016年南港岛线通车之后，交通和无敌海景可以两者同时兼得。位于鸭脷洲海旁道的南湾拥有背山面海优势，同时有时尚外形，吸引不少中产一族和换楼人士。屋苑由五座物业组成，合共提供715伙单位，不同尺数都有。楼底11尺高，室内空间十足，加上会所设施多元化，泳池、健身室等等。虽然港铁不是直达门口，但是步行都是大约15分钟之内就可以去到利东站。屋苑有穿梭巴士去铜锣湾，又可以步行去利东村，多条巴士线和小巴线给你不同的交通选择。加上港铁通车之后，区内塞车情况减少，南湾去哪里都很方便。南湾住客可以去深湾轩解决三餐，同时可以去利东村买齐所有民生用品，又或者去回香港仔亦都有不同的选择。南湾属于小学18校网，中学属于南区，当中嘉乐萨圣心是传统名校，还有圣公会吕明才中学、香港真光书院都是南区著名中学。看完今次介绍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详情，请联络以下分享。